骑龙来到出生斗，进门就是笑笑，真好。那还走啥呀？赶紧走吧。这个小子挺嚣张，你看我下来跟你刚，我还教你，你得挺猛啊。这个时候发现原点有一个人，咱们直接打他。漂亮，见到一个，哎，你还敢过来是吧？俩，我教你呀，你还敢丢雷是吧？一波操作直接拿下，一点都没慌。打了一把信号枪，还剩一个满编，我心慌慌，我空投我都没舔呢，我这几个臭小子直接过来把我空投给霸占了，欺负人，太欺负人了，打他！哎呦，穿烟了，穿烟了！又没过来一个，咱也不知道你在那打啥，你发现我了呀？这小子被扶起来了，还往我这丢雷，都给我低调点，我是老六。还剩最后一个，都没发现我的，你跑啥呀跑？给我跪下！哎，这没人了呀？哦，他们有自救器，你还往里跑就是你。哎，不对呀，兄弟们，你们猜一下哪一个有自救器啊？这是。这个时候，三个人都在雇佣呢，都没有停下。哎，凉了一个，后面这个不动了，就是你。嘿嘿，哎，但是他咋又动了呀？这臭小子爬里边去了。哎，这个也没了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有自救器吗？嘿嘿，兄弟兄弟，拼锅吗？拼锅吗？我不打你，起来拼锅，拼锅，拼锅！我给不要脸你！我求你，给我跪下，坐飞机求你啊！最后认识一下吧，我是饼干，搞笑不一般。